我现在在陕西延安，这里是延安的枣园革命遗址。这前面是五位伟人的雕像，大家能认出来这五位伟人是谁吗？枣园它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啊，这里原本是一个庄园，环境是非常的好的。这就是毛主席在枣园居住的地方了。Thank you.